比较喜，因为我们有个联动嘛，今年其实我是特别喜欢白鹿的。嗯，大家然好后，多人在问，跟我们来分享一下。是那个白鹿吗？因为我特别喜欢他。然后就是他演的这个谢良辰、谢湘这个一人饰两角的这个烈火军校的这部电视剧，我就看了七八遍。我大概剧情我都能背下来了，然后我还在继续看。其实我就是非常喜欢他，我就感觉他还是非常非常有自己的个人魅力，并且他是非常有实力的。